到目前为止早上高六次啊，七点钟发车的这辆车呢是全部售罄，哎，下午这个中午十二点的这一趟高十二次呢，目前也是这个全部售罄。复兴号上座率呢，应该一直以来啊，这个也是比较高的。啊，从前期我们在虹桥的这个数据统计来看，啊，基本上上座率都是在78%以上。